大家好啊，今天聊一下太阳能板，也就是光伏板。你们买的太阳能光伏板多少钱？是不是被一些网红自媒体人给忽悠了？花了大价钱买的板子也不一定好多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有一些网红自媒体，他本身呢就不是特别懂太阳能板，厂家给了他很大的优惠，他自己装了一套，或者是呢，厂家给了点广告费，就开始吹嘘了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品牌叫什么果来着？网上售价多少钱？100瓦的板子啊，100瓦的板子要1200块钱，1000多块钱，100瓦的板子，这东西。其他品牌多少钱？网上自己大家搜一下啊，200块钱左右，差了6倍。天哪，这什么年代了？光伏板不是10年前了，价格已经降了很多了。你1200买的板子有多好？大多就是网红的吹嘘、品牌溢价，还有一些噱头。实际上，你买的1200的板子不一定有我这200多的板子好。是一个真敢卖，还一个真敢买，真有一些人买，而且买了不少。咱中国最牛的品牌，什么英利了、汉能了，听说过吧？这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，把美国都干趴下的一些品牌、一些厂家，听说过这些品牌吧？英利、汉能，你知道他们才卖多少钱呢？你竟然敢把一个100瓦的板子卖到120，这个厂家真是太牛了啊！它比英利、汉能都要贵上好多好多倍。下边呢，我就从几点啊，讲讲应该怎么选择质优价廉的太阳能板，也就是光伏板。第一步，咱先说一下这个太阳能板的分类啊，有单晶硅的、多晶硅的，还有非晶硅的。咱正常用大多数呢就是单晶和多晶。我给大家讲一下单晶和多晶的区别啊。前边这一排这两排是单晶硅的，后边那个是多晶硅的。然后先从颜色看啊，能看出来吧？前边这单晶的有点发黑，那个多晶的呢有点发蓝，挂蓝色。这是一点，再一点呢，就从这个硅片，这就是硅片。硅片呢，它有一些倒角，啊，都有倒角。市面上大多数的板子就是倒角的，不绝对是啊，大多数只要是倒角的发黑的，就是单晶的。相对于那边那个，离近点啊，这边这个呢，它就没有倒角，板子呈蓝色，深蓝色，也没有倒角。这种呢，市面大多数，这就是多晶硅的，这就是从这个外观上去分别它是单晶还是多晶。再一个，单晶多晶呢，咱怎么选择单晶和多晶呢？这个因人而异了。单晶的优点就是弱光，像现在就是阴天，阴天的情况下，就光线比较弱的情况下，它的发电效率会高一些。但那个多晶的呢，相反，它是光线弱的时候，发电率比单晶的要低一些，但是它光线强的时候，要比这个单晶的，发电效率要高一些。所以说自己怎么选择单晶还是多晶，自己选。建议如果房车是吧，一般都是单晶的啊，单晶的选择单晶的比较合适一些。第二就是什么决定这个板子的价格高与低，板子的好与坏。这个板子它分为几个品种。就是，咱就说单晶啊，就按面前单晶这个来说，它分为呢 A 板、B 板、C 板，分三个等级。再分细点，有的分个 A 加，分四个等级。咱就说三个等级，大多数是三个等级。A 板是什么板呢？A 板就是出厂无瑕疵，一丁点的瑕疵也没有，这就是 A 板。B 板呢，就是外观有稍微一点点的瑕疵；C 板呢，就是瑕疵稍微严重一些，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硅片。它是再利用的，就是回收的旧的，它的发电效率会低一些。所以说选择板呢，选择 A 板和 B 板都可以，B 板的质量也算可以。B 板呢，就是把这个生产出来，假如说生产出来1000块100瓦的太阳能板，可能挑出来2块，就是 B 板，有一点点轻微瑕疵，不影响。咱不专业人士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啊。第三，咱说一下啊，抖音。